从那天起，江湖上就把他们三个人称为铁三角。你看，老板多厉害！当然啊，他年轻时候也不是长现在这个样子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那两个兄弟呢？后来那个胖的还一直惦记着，那个不太爱说话的，好像他也在找他。所以你们进沙漠？ 就是为了找他兄弟吧？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跟你说过嘛，我老板是个特别厉害的古董商人，但是这几年古董生意不好做，他欠下了不少的，所以呢，想借着这次古铜厅的机会，找到一些赚钱的门。所以你们进沙漠是为了躲高利贷啊？早说啊！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钱，他们可以替你还钱的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去跟你们老板商量一下，那个就此打住，别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，万一把……哎，哎，好运，好运了！哈哈哈！这不得要你闹。 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！那不是古城，但是应该不远了。还是这楼？算你有眼力。大家都跟着我看，跟着我走。
我要找厕所。 这个地方，哎，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！小子，这跟你就不懂了。沙漠里的孩子是根据地下水的流向改变的，地下水流到哪，孩子就会出现到哪。是的，你要找的孩子三天前来过这个地方。 没错的，上车。你们什么人？ 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其实吧，我是来提意见的。你们店的菜品有问题啊，所以我特地找到你这个大堂经理，希望你们日后可以改善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也是做饭店这一行的。 我看小伙子你很有前途啊，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干？这是我的一点点诚意，你想清楚了再联系我啊。 走啊，浩哥，你说的那么牵强，我都替你尴尬。 之前就当做是情报费，请您笑纳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
快点，坐稳了。我没骗你吧？太壮观了，真是太壮观了！导演，你看这片建筑啊，这片古迹，古迹距今呢至少有2000多年，这在别的地方肯定看不见。那肯定。哎，导演，这就是古铜经吗？哦，哎，蔡总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蔡总，机器来，都拍下来啊！三姐，王总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快快，三姐，哎，看这有铭文，哎呀。哎，小心点啊！看看看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别碰！你看这什么材质啊？这儿的建筑啊，应该是贵霜古国时期的建筑哦，铁制砖的。哎，别抠啊！看什么好呀？看一下怎么了？是是是，不是，看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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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好，没事没事，大哥，大哥你忙着啊，忙着忙着，我们也是工作，不一样，这是为工作，那是为工作。哎，韩工，来来来，工作，忙着啊，工作啊，来。怎么样？王老板，没问题，情况我都看过了，你们可以安全打理。好，这什么鬼地方啊！哎，妈妈，那该你开工了。进去之后，我是不是就能回去了？我还不确定，这是不是我要找的地方。当助理要我当助理的样，拿着。开工。Thank you.
翻这里平地准备扎帐篷，然后就发现这些东西了，而且看起来像是被火烧过的一样。这里面应该还有吧？蔡总，过来。啊？我们的摄影设备都在呢吧？都在我这儿呢。那就好，保管好啊，这可都是钱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千万保管好啊！哎，蔡总，啊、过来，来，机器对着我。各位，过来记录。我们现在在沙漠的腹地古铜经发现了一个沉睡的象鸡冢，啊，就是。你说，这些相机是不是拍到什么不该拍的东西了？这还来过别的团吗？孩子，我知道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导游。这个我知道。来的时候我查过了，之前应该有两个团，一个国内的，一个海外的。接着吧，看下面还有什么。主任，梁医生回来了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干得好好的呀。主任。啊，对了，刚才呀，有人给你送来一面锦旗。您确定是送给我的？对呀。还有一封感谢信。我正想表扬你呢，你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啊。怎么样了？还行，一共挖台40几台机子，有这些那个 SD 卡。卡还能用吗？有6张是可以读出来的，而且我已经全部拷在里面。没用的就地掩埋吧。行。佛祖，请您保佑梁文，让我霉运早点走光光。我知道贪恋男色不对，我跟你保证，以后我再也不贪恋男色了。处处逢归路，偷偷打故乡。佛爷夫人，今年还是保佑无惊无险。嗯，那两个小朋友还在吗？我马上回去。
你不好好拍照，瞎跑什么？我才不拍呢，这地方太奇怪了。怎么奇怪了？所有相机都被毁了，肯定没有拍到什么好东西。你拍了这么半天，就没拍到什么好东西？不跟你扯这些啊。你说这些人相机丢这儿了，人去哪儿了呀？他们也许已经走了。不可能，还在这儿。这不是刚才那个蜘蛛图腾吗？哎，这个人怎么像是？关大老爷，喝口水吧。谢谢，我不渴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这是一支由国内和境外组成的旅行团，大概二三十人。他们一共找到了45部相机，难道这些人身上都带2部相机吗？不但是没有人带2部相机，还有的人1部都没带。嗯。所以应该还有一支旅行团。他们至少带了15部相机，只不过照片上没有他们的影子。这些人应该是出现了意外。那也不至于销毁所有的相机啊。之所以到了连相机都要销毁的地步，说明相机里的东西他们不希望我们看到。至于这些人，这些人应该已经到了古铜京。那不就是古铜京？合着折腾这么半天，你什么也没发现啊？有。关大老爷，已经过了5分钟了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啊？氧气充足，空气质量优，比城市还要好。关大老爷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火柴啊？把老板叫过来吧。请老板开吧。老哥，门被锁了，他们不会把咱们给忘了吧？我们这是进了贼窝了，那个吴邪和王蒙他们肯定是一伙的呀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呀，不是江湖经验太少，当然是36计逃啊。好哥，刀哎。
我帮你。假的。哦。你说这地方到底什么人住的呀？不管是谁住的，反正很久没回来了。这黑店换了我也不愿意回来。我们不会被困死在这儿吧？那鸭梨是不是也被关在这儿？鸭梨，你在不在附近啊？回个话。根据这儿的建筑风格啊，这儿应该是个祭祀的庙宇。让开，内部空间应该很大。行，应该是这地方，我要亲自下去。里边什么情况？老板，没问题，可以下。很好，下吧。让开。老板，你要小心点啊，小心点。慢点啊，走，来，慢点。这，哎呀，小心。哎，我不能摔的，哎呦。他们都下去了，咱们别下去。不下能行吗？必须下呀。等等，跟着我后面。没事啊，动物应该跑不进来吧？一惊一乍，这还真够阴冷的。抬头啊，赶紧把机器拿出来，快！我跟你说，这些素材简直太好了，我预感前面肯定还有更好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这些素材，下届的金草莓奖就是咱们的了。戒指，我背上的，是不是感觉很像？是不是巧合？不是巧合，你背上的图和这些排列是一致的。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走下去就知道了。衣服和跟我背的人穿了那件衣服，
从骸骨的数量来看，这里应该有十个人，穿的都差不多，应该是一个团的。十五部相机的主人，看来他们都没有出去。不对，还有一个。如果没有人离开这里的话，那是谁烧了相机呢？哎，等等，先别动，这骨头下边有内容。像是浮雕。老麦，把骨头清开。这上面到底写的什么呀？这是月之文，说的是古铜金当年一位城主的生平。他是这座城第28任城主。那就是这个城主的墓了？不是，是一座地下宫殿。但这个宫殿为什么要建在地下？这是沙漠，上面那么大的风沙，建在上面吃土啊？有道理。既然是宫殿的话，就要有入口，我想进去看看呢。这个地下宫殿里面有什么，我们还不清楚。贸然的下去，恐怕会有危险。温大老爷，我们来这儿呢，都是替老板找东西的，更何况下面的风景那么特别。你不想拍点东西吗？还是赶快把入口找到吧。入口我已经找到了。这上面有八幅壁画，左右两边的六幅是两块完整的石块，只有中间的两幅是有缝隙的。从这里撬开应该没有错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咱不能破坏文物吧？这也不算是破坏文物啊。再说了，你不想看看下面的地宫长什么样子吗？不想欣赏一下1000多年前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吗？2、3，来了来了。这儿，那儿，那儿。大爷到，坐那儿，别忘了我要点东西。弟兄们，胜利在望啊！你们几个准备一下，跟我下去。好。跟我一起下去。哎，我不行的，你忘了，我有幽闭恐惧症。你忘了，你后背有七指。没事，来吧。机器装好啊。行。这样，徐磊、曾爷、蔡总，你们跟我一起下去。好。丹姐，你在上面照看一下上面的人啊。大家小心一点、下边没事，来吧。一会儿你不用跟我下去了，留在上面。有什么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会找那个人。小心点儿。
沙漠里又没有水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植物啊？总感觉有人在看着我，心里有鬼吧？哎，哎，住手！善于解决那些不听话、瞎靠近乎的人。才认识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从看眼镜开始，也非常善于解决那些不听话、就靠近乎人的问题。再来一遍啊！怎么说呀？靠近我就说不对了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我会王不真打的话，这轮动不了。马报您超车。哦，自己做效果，哇，火了火了，哇塞，不用特效了，自己做效果，咻，咻，拔刀，呀。